这个就是大家说的那个杰纳斯，地理位置就在这个酒店，就是中心广场这个边上，在四楼，上去看一下。四楼和五楼，四楼是餐厅，然后五楼是 bar。环境还不错，挺大的。看一下这个菜单，这是酒水单，酒水单就不看了，重点是海鲜。370个，价格还行。那行，帝王蟹490一百克，1350，1100，1200，我不能接，1250，价格还行，480。今天重点在海鲜上，牛排就不吃了，牛排回莫斯科吃。那个菜单看了一下，很一般。真要是说想吃海鲜的话，不建议来这个地方。但挑来挑挑去，没挑出什么好东西，就在这少吃点，然后一会儿去别的家再看，留点肚子。第一道菜上来了，海刺猬和这个叫牡蛎。第二道菜就是这些。但是帝王蟹不怎么好，回头看晚上或者明天找另一家试一下。